走上宣教的路也将近快十年了，那我从来没有饿过一餐，我从来都没有饿过一餐。当我最觉得好像一无所有的时候，神就突然把恩典给我，所以我真的是勉励想要走上宣教路的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只要你预备好，然后神的路就开了。从李淑珍校长的访谈中，我们可以看见，尽管是短宣的旅程，神也会奇妙地借由长期宣教士们充满恩典的经历，扩张并挑战我们的信心，同时也激励其他欲踏入宣教旅程的属神的儿女。